哪有那么夸张？啊，他睡着了。我没有虐猫、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投胎当猫咪吗？有啦有啦，要当我家的猫猫嘛。可以让被摸到肚脐吗？哦，可以啊。等一下，我拉一下我的衣服。那很简单。等一下，我的坐姿。这很简单，你看我碰得到。只是这有点，这